Hello， 大家好，阿彪彪哟，我是安心云，在这边真的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新作品，就是 Pure 纯粹有声摄影集。为什么你一定要看这一本呢？第一个，你会看见我的美丽。因为呢，我在这一次的创作里面呢，是完全没有穿衣服的，但是呢，你不会有感觉到任何的奇奇怪怪，因为呢，就是跟大自然的结合。第二个呢，你会看见台湾的美丽。这一次呢，我选择在兰屿这一块很棒的土地，很天然、很纯粹的土地，来做一个跟看见台湾、看见美丽的一个创作发想。那第三个呢，你会听见好听，就是呢在里面有我三首自己创作的歌曲，非常好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